Hello，大家好，UP 直播好看宝宝照，同学们好，你们拍毕业照吗？呀，刚好我们今天节目来做外景哈，谢谢你们，你们是哪个学校呢？我北部的。哦，你好，哇，快毕业了，真棒哈，啊，怎么没有男生，都是女孩？没有男生陪啊，马上我们直播呼吁啊，义工帅哥马上来啊！我现在的位置在哪里呢？在我们台中啊，中心街跟民生路的交叉这个地方啊，好多年轻的朋友啊，而且今天是礼拜五，对不对？老师告诉你，现在还是上班时间啊，我们人潮就很多了。六日来这边真的是人挤人，这个就是呢。台中呢，最新的也是打卡圣地哦，里面呢文创产品真的好多哦。我们省技新村，哇，大家都知道汤夏老师呢住台中，对不对？真的有点惭愧，为什么呢？因为我每次啊从这边过，然后呢就觉得哇，这个地方是哪里？怎么都那么多人？你了解？不过汤夏老师住台中啊。今天呢，也是因为呢，我们 UP 直播好看爸爸这个节目，才有机会来到我们的审计新村。那为什么呢？因为听说里面哈、哦、有一位蛋挞哥哦，啊，这个他不叫蛋挞，他是蛋挞哥的弟弟，叫蛋定哥哦。待会呢，我们呢就是要呢去呢访问我们蛋定哥哈、哦。啊，怎么来找淡定哥呢？来，我们看看。哇，先生你好，谢谢，你好，你是什么哥？你是淡定哥吗？凤梨哥，来审计一定要喝我的凤梨冰。真的一定要喝你的凤梨冰我有上好几个美食节目哦，哇，好千棒里一个哦！故事、爱玩客还有时尚这个全部都是凤梨是不这是？是都凤凤梨梨，冰。这是绿豆的。哦，好有创意哦，真的。所以你是什么哥？他们都叫我凤梨哥。真的叫你凤梨哥啊？真的不夸张啊，叫凤梨哥啊！哇，那我请问凤梨哥有没有听过那个淡定哥呢？淡定蛋挞嘛，他在最后面那边。哦，有听过是不有是？有。哇，你看一下，问凤梨哥就找到淡定哥了，真的好棒哦！那凤梨哥平时什么时候会在这边我几乎每天了。Every day 哦，哇，你看一下，凤梨哥来这拍咪啊，欠比较多哇，都没休息耶，Every day，哎，你真的很拼呢。对呀、啊，我在 UP 主持哈、哦，这个好看爬爬照，我一个月只做8场，才厉做害，8天，好其厉他的害，都不做的，真因为什么好。呀？要保养自己。哦，结果你可以每天做啊，怎是么啊，那么有体力呢？为什么？我有赚钱，啊，为了赚钱，你结婚了没？还没。哎呦，好难得哦，哎，没有结婚。人家说还一在人努保力全中，家保，就这么认真。还在努力中，你几年次的？6、7的。好，哇，我很感动，六七哦，算年轻呢。是吗？哎，六七这样子几岁？41了啦。哎 不年轻，不年轻不是不是，我在想说啊，年轻可能是跟我比啊，是吧？跟我比起来年轻，因为我50年次了。50年了。对呀、啊，你是67年次。对。67年次，我是50年次，所以我在想说你还年轻，但是我在想想也不年轻。不年轻的，不年轻的。好棒哦，凤梨哥，平时几点会在我们这儿？平常我大概都1点左右开始。下午1点在这边，对。啊，到几点？这边的话大概都到6点半左右。到6点半哦，所以凤梨哥都在这个位置吗？还是会变动？位置会变吗？我的位置都在这边。哇，阿努啊，你刚好是门神嘛，你看是。这个话，这一条街是什么街？中心街。中心街，对，对，好，那它个是是民民生生路。路，然后一过来就看到这门神了。神迹的凤梨冰一定要哎呀，一看看，定要喝我们审计新村的凤梨冰，一定要喝哦！你的是，凤梨冰的特色在哪？你喝看看就知道，真的、啊，真材实料的。谢谢，真的真材实料哎，对，好有创意哦！你有没有发觉像这样拍照起来？哎，我跟你拍张照，好哦，来，待会我把照片给您。好哦，6、3、2、1，耶！谢谢你，不会哟。谢好有谢你特啊，色，我看看，嗯，在古早味新包装，嗯，
好浓哦，哎，这是土凤梨，对不对？对，厉害哦，还吃得出来土凤梨。真的，因为凤梨是我的最爱。凤梨是你最爱啊？对啊，所以我很会这个辨识凤梨。这个真的是高品质的。对，这样子一杯多少？才60块，才60啊！哇，真的是好用心的，而且这个真的是文创呢。对啊，对不对？我也是第一次吃冰吃到这样子的，这个袋子这么可爱，可以拍照。好，大家告诉大家哈，要找我们的凤梨哥。谢谢你。那凤梨哥啊，全部都是卖冰就对了，冬天也卖冰。OK， 夏天也卖冰。有热的，加冬天会加个热的。哦，热的。哦，啊，热的是凤梨什么？凤梨水果。哦，凤梨水果茶。我在想说，你都卖凤梨冰，冬天热的，那怎么办？冬天也是要卖热的。凤梨水果茶哈，好，谢谢你。我们希望好看爸爸照有机会给你做专访哦。好，谢谢。谢谢。那我要赶快去找呢，我们的淡定哥了。怎么样去找淡定哥？可以走到底，走到底，站在右边就看到淡定哥了。哇，你看一下，我们凤梨哥就这么帅，淡定哥。跟你一样帅吗？也帅，就是帅，是不是？哇，所以来我们的这一个木木市集叫 Moon Market 啊，在我们台中审计新村，哇，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好多帅哥美女嘛，对不对？好，谢谢你喽，那我们赶快去找我们的淡定哥了，拜拜，谢谢，拜拜，拜拜，哇，这个请，哎呀，谢谢，哇，我帮他拿。哇，是绿豆的，绿豆的哈，感恩，感谢，真的，老师告诉你们哦，你们一定要来我们台中审计新村，假贺康哎啦，谢谢你哦，谢谢，感谢你喽，拜拜，谢谢，拜拜，谢谢，拜拜，好，跟着我来。刚才呢，我们呢，凤梨哥告诉汤立群老师说，怎么样呢能够找到我们的淡定哥呢？他告诉我直走，我看一下。两旁呢都是好有特色的店家，有没有？哇，你看一下，哎，你们好，你可以试吃。哎，谢谢。这是手工现做的，我知道，都好棒哦。没关系，真的亲自喂你吗？可以啊，你愿意吗？这是进口的。你知道我还是单身，你知道吗？那是我的荣幸。好棒哦。这是进口。那你有另外一半了吗？哦，在这里。没有，那没关系，我要先问清楚，不要待会让我被揍了。好吃吗？好吃哎，好有特色。你们自己做的吗？对，自己工作室做的。这什么面包？这个是蜂蜜吐司。日本进口的面粉。看得出来，哇，来这边就是很棒。这个是玛格丽特法国，然后这个是花生白烧，都是有特色，是拜师学艺的。我现在知道为什么哈，那么多年轻的朋友来自台湾各地，甚至海外，对不对？对。要来我们审计新村。哎，这边哦，都可以看到从来没看过的东西，赶快来享受，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对呀，赶快去找一找，好，赶快去找一找，谢谢你喽，谢谢你的招待，而且大家有没有感受得到哦？我们这些厂商他们都好客气哦，好亲切哦，所以来到呢，我们呢这个审计新村，让你有回家的感觉，真的好棒哦，哇，木木市集哈，好，走。我们再继续走了，赶快去找我们的淡定哥。真的好吃哎！哇，你看，大家好，哇，两旁呢都是有不同的文创商品，哇，感觉很棒，而且你可以感觉哦，这里好干净哎。很清晰的感觉啊、哦，所以来这边呢，不管您呢逛街、拍照、打卡，相信呢都会让你很难忘的回忆。你们好，来自哪里 ？Where are you from？ 新竹。哦，新竹 ，Nice to meet you，Thank you 啊、哦，他是来自新竹啦哦，因为营业我买通。我知道来这边呢，其实呢常常都有很多外籍人士会来了哈、哦。哇，刚才呢？我们呢，凤梨哥告诉我直走，然后呢，快走到底了，对不对？够夹起的本少啊！哎呀，阿都无路啊，已经无路啊，赶快加一根无路啊，对不对？然后呢，他说叫我右边，该看起的右边，哎，就在这里啦！哇，但愿审计好多人，定人现金有满。哎呦，看起来呢，我们这淡定哥哦，
也叫做 Mr. Money， 是不是？这 Mr. Money 他很直接，你看一下，这个对你怎么那么有创意？但愿审计好多人嘛，这个是但，啊这边是定，定人现金有满门哦，这个 Mr. Money 啦，这个也是跟汤林泉同行的，都是 Mr. Money 啦哈、哦。好，哇，哎，那边有一位帅哥，也是帅有没有？他戴个墨镜，他应该就是吧。你好 ，Nice to see you。你好，我汤林泉，你是我们的淡定哥吗？淡定哥，哎呀，好，你好，终于找到了，哇，谢谢。这个有东西让我们放哈，哇，放好好，对。哇，哎，来这边真的好棒哦，好高兴找到您了，哇，找到我们的淡定哥了，来来来，哇，坐下来跟你聊一聊哈，哇，谢谢，哇。刚才呢是凤梨哥搞我讲诶，讲看到彩礼你才按摩。凤梨哥，你有听过凤梨哥吗？有，在最前面嘛。对啊，门神嘛。啊，门神丢啊！你在宅话恭喜门神。对，他门神。他真的是门神哦！哇，你们真的都是型男呢！哇，非常的感谢啊、哦！我们呢，这个啊、淡定哥本名叫做侯祥渊嘛，对不对？对。不过在这边你要再叫他淡定哥。哇，今天给我们这个机会呢 ，UP 直播好看啪啪照节目啊、哦，有，谢谢，好，好，哇，来，确定你都有看到哈、哦，好好，是，您用那个有带吗？还是没带？另外一个把它分开的，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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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好，谢谢，哇，来。这个今天呢要给大家 surprise 哈、哦，来，我来坐在你们的，看看我怎么瞧哈、哦，我们两个人都可以看得到哟。好，是不是拿这个吗？哎，要拿也可以，看看您讲话哈、哦。这个如果要拿这样，你可以讲话哦，这可能比较不会那么吃力。嗨，大家好，来了哟，谢谢。这个呢，我们 UP 直播啊，哇，明天是大日子。明天呢，你会去投票吗？这一定要的、啊，一定要去投票哦。哦，对，各位选民一定要去投，那么重要。是。啊，明天会做生意吗？一定还是要做生意。一定要做生意。一早就去投票了。一早投票。要做生意。哎，很好哦。对呀、啊，这样时间安排就 very very good 的哦。一早就去投票，然后再来做生意。明天呢？1月11号，2020年，哇，重要的日子。哇，看起来我们呢，这一个啊，淡定哥呢，哇，他也是一位好公民的，一定要去投票哦。我不会问你要投谁，你也不要问我要投谁。但是你心目中都知道要投谁了吗？有没有数目的？我投新台币。投新台币，哎，有道理哦。因为你刚才那首诗就写得很好，谁帮你想的？那我自己写的。哎，可见呢，你也是爱钱的，爱 money money money。老师有看到我的横批吗？横批我没有注意看。数钱数不完。哦，数钱数不完。今年鼠年嘛，对不对？是是是。对，所以要数钱数不完。数钱数不完，哇，真的很有创意哦。其实汤林泉老师呢，遇到我们的这个啊淡定哥，就觉得呢，他不只呢外形长得好，你了解吗？哇，又高，你有多高？175。真的高又瘦，现在是又高又瘦，是最有市场的。你几公斤？65。65，嗯，所以没有很瘦呢，很标准呢。对，我平时有在健身的。哦，有在健身，哇，看起来就是美味可口型的哦，有在健身。多久去健身房一次呢？其实只要有空我就去了。就去健身，哦，喜欢健身就对了。对，然后有在打拳击这样。又打拳击，嗯，哦，你看一下。Boxing，很棒哦，大家呢多运动是非常好的啦哈，哇。这个就是我们的淡定哥。那淡定哥呢，在我们的审计新村，当然呢就在这边卖我们的淡定，对不对？哇，淡定蛋挞。淡定蛋挞，它是蛋挞的一种吗？是吗？嗯，淡定跟蛋挞有什么差别？再把蛋挞又升华了，把它升华，对，让别人想不到，原来蛋挞还可以有如此不同的变化。哇，就把我们的蛋挞 up 了哦。所以呢，汤先老师呢，今天呢两个小时节目，就要告诉我们 up 直播好看爸爸的观众朋友，
啊、哦，淡定哥在呢我们台中省计新村卖呢蛋挞的升级版，就是淡定，对，哦，淡定，而且它是独家专利的哈、哦，哇。今天呢，看到这一集节目的朋友啊，佳琪哦，在 Hockey 啦，增广见闻，真的，不然就要来到审计才找得到我。是啊，哈、哦，那我首先呢，先帮我们的淡定哥介绍一下哈、哦，我们 Up 的界面 ，Up 的话就是这一台，右边这一台啊、哦。那这个界面呢，来，你可以看到什么东西呢？哇，几个，第一个你可以看到现在多少人在看我们。看哪边呢？上面这个就是第一个，我看一下多少，220位、哦，有没有看到？有啊，能霸领赞。我们的节目呢，好看爸爸照 UP 呢，独家直播哈、哦，也是主打啊、哦。这个呢，我们观看的人数呢，会一直在进来啊、哦，我们呢一定会超过1000位哦，所以这个数字呢会一直动，一直动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节目有没有？哇，收到观众的礼物在这边，有没有看到这个数目啊？有哦，将近要600万了，对不对？是哇，这将近600万，真的不简单，因为大家支持了。嗯，我们好看爸爸的节目呢，有一半时间会在国外采访、嗯。那当然我们在台湾采访，采访的都是最棒的、最优的。好，我们欢迎小皮球进来、哎，最棒的店家。对，然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啊，我们的受访的这些来宾啊，厂商，他们也会热情的哈、哦，赞助他们优良的产品。嗯，在节目当中呢，我跟你讲，我在节目真的就是挂杯挂羞涩，都呢跟我们观众朋友进行送 UB 换好礼。啊，所以观众们都知道要来看汤丽炫老师好看爬爬照，来拿礼物，是这样子哈、哦，谢谢。所以这个节目呢，收了将近600万的 UB， 600万的 UB 呢，如果换成台币，大概多少？你知道吗？大概多少？除以二。除以二就是300。将近300万了。对，哇。哇。哇！可是跟你比起来，还是哇，小巫见大巫，对不对啊、哦？谢谢。然后呢，直播它是蛮有趣的，直播它是互动式的，嗯，所以观众朋友呢，有的他会进来的，我会留言。会问我们问题啊、哦？你眼力很好吗？可以。他们如果有留言，你都看得到吗？可以，对不对啊、哦？所以的话，各位有什么困难、什么问题都可以询问哦。来，我们小皮姐问什么？观众都来看老师是不是啊？都来老师这里拿好、哦、拿好康的啦哦，来拿好康，提好康的啦。多谢小皮球啦，谢谢我们的小皮球啊、哦，感谢你哈、哦，谢谢，这个就是我们 UP 直播啊、哦嗯。那首先呢、啊，我们来这个跟我们淡定哥聊聊了哈、哦。其实审计新村这个地方蛮特别的哦，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怎么样的场所？它其实，在50-60年代那时候呢，就是审计部。哦，审计部那时候台湾还叫做台湾省嘛，对不对？有台湾省，那时候有台湾省，有省长的年代，那个时候呢就非常多的部门啦、啊。那这里就是其中一个叫审计部。审计部，对，审计部据我了解就是掌管就是台湾各大一些预算的审核的部门啦、啊。哇，那很重要哎，洪九杯您好，哇，这我们贵宾哦，洪九杯。哇，红酒杯，我们现在只有剩下2组哦，因为他今天只有提供10盒嘛，对，5组，对不对？5组了，其实人家已经拿定了3组了，还剩下2组。红酒杯，你要不要看一下一组长得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看一下一组长得怎么样吗？哈、哦，哇，红酒杯，它这个很特别，你冷冻哈、哦、可以1个月哦，它跟一般的蛋挞是不一样的。来，淡定，哇，好漂亮。好香哦！你看有没有看到？哇，来跟我们介绍这个6个一组，好像口味都不一样了，有什么样的口味？像我们看到这个是我们一个蛮特别，叫竹炭芋头。竹炭芋头，对，外面是用竹炭粉，然后里面是加大甲的芋泥。嗯、哦，大甲的芋泥。然后呢，这个是我们的黑糖。黑糖。对，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抹茶红豆，外皮是用抹茶，内部有红豆粒。嗯。然后这是巧克力。巧克力。对，我们的比利时巧克力。嗯。对，然后这是我们的焦糖。焦糖，对，那这是我们的比较特别的是日式，它唯一跟他们不一样，其他是葡式，它日式。是，这我来拿一下，这个好像比较像传统的蛋挞。对，它外面呢是饼干塔皮。哦，真的、啊。对，但是内馅呢也是跟其他是一样，但饼干塔皮都比较特别的口感。是是，那个红酒杯他一定不知道，他说这个可以冷冻，
哎，那你解释一下，一般我们传统的蛋挞，对不对？是不能够冷冻吗？而且大家都知道，传统的蛋挞冷了就不好吃。但是我们今天这是蛋挞的升级 ，up 叫蛋定啊、哦。来，蛋定跟我们讲一下，他要跟你确定一下，你的东西这个是可以冷冻吗？为什么？我们这些蛋挞呢，第一个我的特色做了256层的酥皮，256层的酥皮，2×8次刀，所以我的那个皮要折8次。哎呦哦，那这个里面用的酥油都比较高级，高级的酥油。对，那我们的内馅的配方也是比较特别，那这个配方呢就是吃冷不吃。它是吃冷不吃热，它我们酥乳之后呢，我们就把它吹凉，把它吹凉。对，那这样的口感呢会更酥。是，对，因为酥皮东西是越冷越酥。哇，您看一下那个画面，冷滴贝啊，你看嘛呀，冷滴贝啊啦，哎呦，哎，阿、啊、他怎么没有找？他是小费是不是？他来不找？那我买几个？我们支付的方式有很多，真的，我们可以 Line Pay、Apple Pay、Easy Pay、Google Pay，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可以，然后悠游卡也可以，悠游卡也可以，对，所以现在无现金支付很多了。哦，你们那个卖的姑娘好美哦，她、哦、收小费吗？她不收小费，她不收小费，她还是放到你们公款上了。哎，你看刚才那个先生就买了哦，来。他这个呢，来这边买，也只能要吃，只能来这边买嘛，别的地方买不到。对，别的地方买不到。真的买不到哈、哦。来红酒杯，它这一颗呢都是统一的价格，我们一颗是多少？一颗就是60。好，60。所以我们各位好朋友，我们今天呢很感谢我们蛋挞哥提供的5份，一份是2盒，对不对？这样算一盒。没错，有这样。这一盒是360嘛，对不对？对，没错，1盒6颗。一盒六颗，哈、哦。来，一盒的话呢是360，那2盒一组，对不对？是不是360×2就是720？对，好、哦，来，我们红酒杯，我只剩下2个名人而已，今天铁定不加码，好、哦，因为它数量有限啊、哦。我今天还有2个名额，那这2个名额，老师跟你们讲一下，只要台币1000，哎，不是台币500啦，UB1000。你就可以换2盒，拍摄。我今天我就是破坏行情，因为你做活动哦，各位观众，今天因为这是做活动啦哈，来，如果呢想要的朋友、需要的朋友，你们在画面上赶快告诉老师啊、哦，我只有这剩下2份而已，这样知道吗？谢谢，谢谢您哦。哇，你看像这个，哇，所以感觉哦，我就想哦。这个的话就比较像传统的了哦，这个你叫日式什么？它叫日式牛奶。哦，叫日式牛奶哈、哦。那您这边其他的真的长得哈、哦，跟传统的蛋挞不一样，叫蛋定。对。假设哈、哦，我吃一种，你会推荐我吃哪一种？我也不大懂。那我就推荐你吃这个。好。竹炭芋头。竹炭是不是？对。好。要帮你吗？好，可以。老师很丢假零款，又来红酒杯杯给他恭喜妹。要冷冻保存吗？来，我们让呢，我们淡定哥跟你解释，冷冻冷藏都可以，但是保存的日期不一样，对不对？来，你帮我们红酒杯解释一下。我们都这样，我们建议客人回去的时候，只要没有吃完，是，我们就直接先做冷藏。好，先放在冰箱。那冷藏呢，我们可以放到5天，那、哦、拿出来不用加热，直接吃。嗯，对，就有非常酥的口感。嗯，那如果今天想要吃双奇的口感、冰淇淋口感，我们放在冷冻，嗯，拿出来一样，我们可以直接吃，内馅就变成冰淇淋的口感，变冰淇淋。那冷冻可以放多久？冷冻的话可以放到1个月。冷冻可以放1个月，很久耶，这样了解吗？冷藏的话呢，他说是放5天，冷冻可以放1个月。哇，红酒杯。这样有没有清楚？那要冷冻冷藏随便你决定。你刚开始其实好吃，也许你不要5天就吃完了。你刚开始可以放冷藏嘛，对不对？对。啊，如果你吃不完，如果你订很多，你就放冷冻慢慢吃。啊，拿出来就慢慢吃，就挺香的。嗯。要不要给镜头看一下里面？嗯。那个非常多层，有没有256层？好特别哦。对啊。里面有空间感，嗯，好香哦。这黄色这是什么东西？然后黄色的内馅嘛，就是我们的蛋嘛。这边对，有蛋，然后呢再往里面吃一点呢、哦，就会有芋泥，还有芋泥哦。就是担心现在人都不太喜欢吃太甜，嗯，对。所以我们在配方的比例上面呢，我们都很重视，
欸，那个是一种画龙点睛的效果。嗯。我突然吃到芋泥了。我吃芋泥了吗？嗯。对，就在正中间，有没有看到？有。哎，真的不一样就不一样哦，真的跟蛋挞不一样啊！我跟你讲，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人生呢要吃好吃的，吃特别的东西，你绝对没有吃过。汤宪老师没吃过，吴宗宪也没吃过，我今天第一次吃，蛋地真的是不一样就不一样哦，哇！尤其过年过节，对不对？你自用这里两相宜，哎，真的好特别哦，哦。嗯，你这个说有多少层啊？真的好多层哦，256层哦，嗯，好吃，而且它有个特色，它不会油腻。对，没错，不会油腻。嗯，高级的酥油吃起来是绝对不油的，真的。所以这个成本也是比较高的，高很多哈、哦。真的，我们就是成本高很多，用好的食材给观众的。嗯。好棒哦，各位，这样特别的东西呢，只有在我们台中审计新村，只有来蛋挞哥这边你才吃得到。嗯，好啊，哦，加掉好不好？对，嗯，我们的红酒杯好像有问题哦，当天现烤，没错，我们每天的蛋挞呢都是当天现烤出来的，那当然买回去没有吃完，我们就直接建议做冷藏喽。红酒杯，你拿的话，待一下节目就赶快寄给你，安妮明天就会收到。安妮就记得，你收到的时候，你要先吃，安乐把它放在冰箱，这样子了解吗？哈，可以5天，我跟你讲，一下子就吃光了啦，你带去。那个公司哦，同事哦，我跟你讲，跟你讲啊，红酒杯跟有无个一个好我阿伯啊，喏，我老师已经知道说不出话了，对吧？那要爸爸妈妈讲话啊，好讲，嗯。我想请问丹宁哥哦，你那时候怎么哈？想到这个名字淡定了，其实我是先有想要做这样的产品，嗯，然后我在想说什么样的名字，嗯，对，那我本身其实我不喜欢卖东西，哦，对，我很希望我的产品可以放在那边，然后呢我可以很淡定的站在那边就把东西卖出去了，所以我在想，哎，那淡定这个东西好像可以适合放在蛋挞这个名字上面，嗯，对，那我觉得，哎，好，那我们就做淡定。谢谢，对不起，红酒杯帮我们加一哈，谢谢红酒杯。红酒杯，我今天对不对？因为这个哈，油脂的话我们就另计啦。好，因为他在台北，我要寄到台北给他。红酒杯，您呢，帮我就是送出1000 UB 嘛。那油脂的话你随意啦，好不好？好，我们今天的油脂的我们都是另计。因为真的今天已经很牺牲了，对不对？是啊，真的非常牺牲的啊、嗯！你们看他们送礼，送礼是怎么送，你知道吗？嗯，他在送礼的时候呢，这个画面会不一样。嗯，谢谢红酒杯。所以我们就淡定哦。目前没有开放那个网购，什么都没有，对不对？对，网络上都是没有的、嗯。一定要来我们的台中审计新村啊、嗯，很好吃。能不能跟他解释一下？因为红酒杯刚才会问一个问题哦，他说：“哎，那你都每天现烤的吗？对不对？我们是保证每天现烤。”没错。那有个问题就是说，那请问？如果没有卖完，你怎么办呢？好问题。嗯，第一个，我们没有卖完的几率其实蛮小的。第一个几率很小。对。为什么？因为其实来到审计的人都知道，嗯、其实，在审计非常多人潮。嗯。对，那人潮就是钱潮嘛。那我们每天在抓的量呢，其实抓得很准，就是尽可能就是卖完就卖完了。对。卖完就没有了。那当然也有遇到，哎、欸，
卖不完的时候，偶尔啦，很少例子啊。刚才有一定没有人会想到，其实我的蛋挞呢，都是拿回到我家，我们家养了11只小猪。他们家有那个麝香猪是不是？对对对，我们家麝香猪都是吃我们家蛋挞长大的。哇，谢谢，我看看，哇。那两份啦，两份都给你啦，好啦，谢谢你啦，红酒杯。哇，今天都送完了。对啊，谢谢你啦，红酒杯。那你帮我们送出2000 UB 外加邮资啦，哈，大家一起寄啦。我告诉你，您要吃了哈，你就会再想吃。啊，下次呢？下次你可能叫我帮你买了。我跟你介绍这个红酒杯哈，这个啊。他是我节目最大的赞助商啊，这个节目呢 ，UP 直播呢，就是靠他在帮我赞助的啊。他这个赞助我的金额超过台币300万了，哇！哦，这是不夸张，所以很谢谢我们红酒杯，我跟他也算朋友了。其实我们做节目就是这样子，还是要有热情的观众支持我们。啊，大家也像我们朋友啊，他住台北，是好，有时候会来台中。下次那个红酒杯，你来台中的时候来这边走一走，哦，真的，哦，来到我们的台中审计新村，来这边走一走，哦，在这边再次谢谢你，两份你都拿了嘛，谢谢，所以我们今天5份都拿光了，谢谢，我们谢谢你，谢谢哦，感谢了哦，万分感谢，那，您说呢？你们家有养麝香猪嘛？啊、对不对、啊？来，我们一定要证明给大家看。好、哦，这个问题也是我刚才问淡定哥的。其实淡定哥呢，他呢，这个每天基本上几乎都卖不够了。哦，但是如果说万一真的有剩怎么办呢？我也会质疑说，那你怎么办？哦，原来淡定哥呢，他家里在东市有养麝香猪。哦。然后呢，他就会把呢他的这个蛋定呢，哦，把它呢这个冷冻啊，然后呢找时间啊、再带回东市。所以他们家的麝香猪好可爱哦。那给观众看一下吗、哦？好，给观众看一下。真的呢，你来看一下哦，假戏嘞哦，来夸就嘞。有宝宝的麝香猪不？啊、哦，你如果要买麝香猪也可以哦。哦啊。可以当宠物哦。对，你看一下我们家的猪，有看到吗？有没有光光的？这个就是麝香猪。红姐妹有看到吗？哈，我们不夸张，那个镜头给我们拍一下，来，麝香猪。哇。小花花嘞。小花花。麝香猪也是一种宠物，哇，一种宠物哦。这个我们淡定哥告诉我，康立炫老师。我从小就很喜欢猪，嗯，哇，哎，为什么？到底为什么是你会跟猪有缘分？为什么？为什么特别喜欢猪？以前都是养狗啦，一般都是讲养狗、养猫啊，很平常啊，对呀，嗯，那其实我们家以前邻居是养猪的，嗯，邻居养猪，那我就觉得，哎，那个猪其实那个眼睛跟人很像。猪的眼睛跟人很像，对，如果你认真看，它眼睛其实是非常有灵性的。哎呦，真的、哦，对，就觉得哇，这个猪的眼神会跟你对话，还会跟你对话。对，那我小时候就想说，那为什么我们家都不能养猪这样？哦，为什么家不养猪啊？你有问爸爸妈妈这个问题吗？我是没有问过啊，因为我长大之后，我就哎有一次有机会，就看到真的有人在卖麝香猪，有麝香猪，然后我就买了一公一母回家。你要买回家？那时候买多少啊？贵不贵？也不贵，就是那时候母的是1000，母的1000，公的800。800哦，800，那你现在在卖也是这个价格？我也是，我就都卖800这样。哦，你的母的也？对，因为他们会生出下一代这样子。母的也给他800，现在都是800，都800这样。那你目前到底目前啊，哎，格力什么门有多少猪啊？现在多少只？他生了3次，然后平均一次在生7只，所以总共生了21只。哦啊，目前家里现在有几只？目前家里剩下加母妈妈的话，大概剩8只。剩8只，所以还可以卖吗？现在还可以卖吗？现在那个小猪大概落在2个月。两个月。对。哦，来，我们观众朋友有没有爱麝香猪的？有没有？抱一只回家。我在想说，那抱麝香猪回家要养在哪里呀、啊？哇，红酒杯你好哇！红酒杯告诉我们什么事呢？哇，这个，明天一起去你那里啊、哦？
可以啊，如果说红酒杯你要来，哎，明天礼拜六嘞，要投票日，要记得投票哦，要记得投票呢，先投好票再来。如果要来的话，先跟我讲一下哦，先跟我讲一下，啊，我会安排时间看。谢谢红酒杯，哦，谢谢。然后如果来台中，对不对？也可以住 Airbnb 啦，哦，啊，哦，我很鼓励大家住 Airbnb， 我很谢谢你呢，我不是说。下个月我要去埃及，对，要去杜拜吗？采访，我现在都订 Airbnb 耶，而且很在地的住宿，嗯，很在地，我觉得住 Airbnb 特别好。嗯，他怎么样？就是他们那些 host 都会招待你，啊，那什么问题就可以问他，然后就像家人的感觉，所以真的很好。是，真的要谢谢哈，哦，汤林老师知道 Airbnb 啊，哦，就是因为我们的淡定跟哇。来，他写什么呢？要收到蛋挞吗？哦，我们今天寄，今天帮你寄，我现在节目赶快帮你寄，所以基本上应该就明天会收到，因为基本上是这样子，没错。哦，来，他写了什么？好，你送了22,000，啊，哦，不是两，不是啦，2234，2234啦，2234啦，哦。好啊，谢谢，谢谢红酒杯，谢谢你，谢谢，哦，谢谢。我跟你讲，我们今天下节目就赶快帮你寄啦。啊，我觉得基本上应该是明天会收到，没错。现在都是这样子啦，黑猫宅急便都是这样子，它也不会留啊，它也不能留。哦，谢谢你，感恩。所以的话，你看这个，我问一下我们的淡定哥哈，哦，那我要问的问题就是说，那。麝香猪怎么养在家里？自己家里啊，哦，自己家里。它其实跟狗是一样的，我们也是可以教它在哪里的，那个大小便啊。是。对，然后带它出去遛一遛啊。你可以遛遛猪。对，它可能很聪明，它可以自己出去玩，自己回来。其实它跟狗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对。哦，那吃呢？要吃什么东西啊？其实它五谷杂粮它都吃，都可以吃。我们如果给它吃太多，嗯，就是跟人一样啦，看怎么吃。你如果想要让它长得不要太大只呢，食物真的要很节制哦，不会它一直吃，对，青菜水果多吃一点哦，多吃蔬果就对了，对对，哎，那个控制那个量就对了，它没有吃饱的一天啊，哦，真的啊，对，你给它就吃啊，对对对，所以我们要帮它控制一下食量。哎呀，麝香猪这么可爱啊，真的，我要不懂哎，那我要问一下，其实养宠物我都会想到说，哎，那它的寿命大概有多少年呢？据我所知，猪好像可以活到18-19岁，没有问题的。哎呦，可以这么久啊，18-19啊，哦，不会比狗少哎，欸。对，我觉得跟狗是差不多。哎呦，真的啊，哇，来，饿了还可以烤来吃，不行就好。哎呦，我跟你讲啦，那个，那我们淡定哥解释一下，我刚才也是会问的，我说，哎，那个麝香猪会杀来吃吗？哎，他会跟你解释一下，你跟他解释一下，可不可以？也不是不可以啊，只是听说是不好吃。但是其实他就是我们的家人，应该杀不下去吧？应该吃不下去吧？对。对呀，啊，就是你的 family member 啦，啊，哦。真的，这一点是超让我们觉得很特别的啊，哦。所以，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如果呢你也喜欢呢有麝香猪这样的宠物。哇，我刚好今天发现到淡定哥了，就找我们的淡定哥就对了啦，哦，哇，好棒哦，谢谢。那啊，我们知道淡定呢就是我们的蛋挞哦，在呢经过呢创意改良，对不对？而且的话特色就是什么样哦，吃了人家会来买的，你们看到那个画面，哇，给大家看一下。哎，你这个摊位哦真的生意好好哦，来，你们大家看，哎，人一直来，一直来啦，安内啦，小心，一直来，一直来，谢谢你们，大家好，汤丽娟老师，哇，你好，你好，谢谢你们来找我们淡定哥，淡定哥在这边，我也姓陈，哦，真的，你也姓，我是 Miss 陈，哦 ，Miss 陈 ，Nice to meet you，Nice to meet you，You are so charming， 耶，马拉松很高兴你的，哦 ，Welcome， 耶，真的好棒哦，哎，其实呢，你的生意真的很好。真的是个非常好的男孩。
我要感动哦，对不对？你还是喜欢吃的男生就付款啊，真的好感好温馨的画面哦，真的，你们好，哇，谢谢你们，有以前有没有吃过？没有，第一次吃，我跟你讲，保准你会再来，只有在这边才有。哦，谢谢你，享受咯，慢慢吃，享受。哇，你看一下，哇，当女人真好。哎，我在想说，下辈子不要当男生还是女生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没有想过哎，但我觉得都好啦。那如果可以选择呢？你凭良心讲，女生。哦，你下辈子淡定哥想要当淡定妹了，对不对？对。为什么？为什么你会想说下辈子如果可以选择想要当女孩，当淡定妹？很好啊。嗯。只要受人疼爱。哦，受人疼爱。然后来买我们的淡定，对不对？只要依偎在男朋友的旁边，男朋友就掏钱。真的。哦，所以你喜欢当女孩就对了哈。是啊。哎，其实像你那么优哈，你不管当男孩女孩，心里都是很大。你有没有曾经过男扮女装过啊？没有。有没有参加舞会啦，或者是化妆舞会男扮女装？下次可以挑战一下。啊，可以挑战。你扮起来一定是很棒。我不能扮。我有扮。啊，哦，真的啊，那种，我因为。我参加节目曾经办过，其实很奇怪，就是说依我来讲，彭丽娟老师哈，我男装还不会说太老，虽然我年纪已经年过半百了嘛，对不对？那我男装还不会太老，可是我一般女装嘛，好恐怖呢，你的小姐呢，你要我要上呢，所以我就觉得我不适合女装哦。谢谢谢谢啊，我们剪刀。啊，欢迎剪刀进来啊！欢迎我们的蓝蝶、卢佩佩，我们张九万先生，谢谢你们进来。现在收看的节目呢，我们 UP 独家直播《好康爸爸照》节目。目前老师的位置呢是在我们台中市，哎，他一条叫民生，前面叫民生路，旁边叫中心街，对，中心街嘛，对不对？另外一边是美村路。好，然后紧邻着向上国中。好，紧邻向上国中，很好找啦。对，附近都蛮好停车的。这个地方就是审计新村。哎，对，这个地方好停车，能不能请我们淡定哥告诉我们一下好不好？这边停车的情况要怎么停？你认为这是很好停，能不能跟我们说明一下？然后这其实停车旁边就是美术馆，那美术馆旁边的停车位非常多。哦，对，那在美村路上也有两个收费停车场。那路边停车格也算是多的，也算是多。民生路这条的停车格也多。那如果想要停免费的呢，就是往英才路的邮局的后面，都是免费的。就是还有英才路邮局那边都是免费的。啊，对。哇。是。哇，所以这边停车其实很方便。是蛮方便的，我们大概有计算过，这附近的停车格应该800多个没有问题。800多个没问题，哇！所以我们所有的开车的朋友。审计新村，而且我知道这边离我们的美术馆很近啊。那美术馆旁边就是我们台中市立文化中心，对不对？然后呢，来台中一定会去绿园道。绿园道这边走到绿园道走多久？大概5分钟就到了，就在隔壁而已。然后我们到奇美大概就7-8分钟。哇，都走路就好了。对，走路就可以了。然后可以骑个 U bike 啊。所以 U bike 也很棒。哇，尤其今年呢，2020年的。台湾灯会在台中，是在、主灯就在后里吧，是主灯就在文心公园，我们的副灯区现在已经有了，你去看了没？有那个后道星球啊，你去看了、啊？我、哦、去看，这个就是我们台中的叫做什么圆形剧场啊？啊，对，圆满剧场啊，圆满剧场，对我们台中的叫圆满剧场，哇，你什么时候去看的？上个礼拜吧，上个礼拜带谁去看？没有，我就自己去看一下，一个人看一下，一个人去走一走看一下。哦，一个人去看，看一下现在灯会办得如何的。哇，结果你的评价是怎么样？今年的评价是怎么样？我觉得很值得去。如果有在追踪那个后道星球的，它的还原度啊，在大概有80分以上了，我觉得哇，它做得挺不错。什么叫后道星球？那是什么？就是它把每一个动物啊都做后道。哦，对，就在后道哦，蝴蝶啊，哎，就是人家人的后道这样，把每种动物都做成后道啊，剑齿虎也后道啊，什么后道啊，哎，真的啊，那个叫后道星球啊，后道星球，哎啊，那个是一个原来是什么东西啊，有这个东西啊，
哦，有这个卡通啊？对，把动物都做成厚道，就是啊，虎斗啦，因为我也有厚道啊。哦，对，厚道。你也有吗？我还好啦。你还好，我是有，我爸爸更恐怖。我爸这边可以掉东西，我爸爸可以掉东西了。陈威明的亲戚吗？哦，完全是。我在想说，我跟陈威明是不是有血缘关系？真的。那我以前小时候啊，长辈就叫我一直要纠正啊，所以我就尽量，但是还是有一些。哦，还好哈。哇，不过你看一下，今年呢，我们的这个在原。那叫圆满剧场，对，圆满剧场，圆满剧场哦，我们的台中灯会已经开始了，大家告诉大家哦，圆满剧场，哟，圆满剧场哈、哦，已经开始的，然后呢，顺道呢，可以来我们呢，审计新村来这边走一走，哎，绝对值得。是，这里适合拍照，适合拍照打卡。对，这是一个网美都会来的地方。哇，对，所以呢，你们一定要来喽。对，然后很多美食哦，很多美食啦、啊，哇，这边呢，我们刚才在画面看到了，就有凤梨哦，它很热心呢，有牵挂啦。南投土凤梨哦。对哇、啊，土凤梨啦。他们家自己种凤梨。哦，你用怎样？对。啊，你怎样也卖偌济不？这个一袋是60。对呀、啊，完全跟你一样，跟你的蛋挞一样。哇，六十，很值得，这个很值得喝啊、哦。谢谢。哇，好。哇。哎、欸，你那边还有塑胶袋吗？你们有塑胶袋没？应该没有哈，没关系。好，我是想说大家一怕，我怕它一直滴啊。好，我是怕它一直滴。好，那我们这样子最少不会把你那个桌子滴湿了。好，谢谢。对啊，我就想到这件事。好，哇，来呢，我们的审计新村这边真的是打卡圣地，很多很特别的东西。那个淡定哥，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说您呢是什么样的典故来到我们的审计新村，有多久时间了？刚开始是怎么样的情况？其实我应该是在2018年的11月呢，我买了一台很复古的餐车，刚刚镜头可能有看到。哦，待会再给大家看。那时候在2018年。对，那时候我买了这台餐车，其实我当初是收藏用。哦，你也在收藏东西哦？对，我觉得很美啊，我就把它收藏起来了。哎呦，对，但是我想说，可是这个车放着太浪费，嗯，它应该拿来做点生意之类的。给大家看是不是？对对对，我那时候想说，那我想要在台中放这一台餐车，不能乱放，放路边觉得太可惜。对，那我就找说，哎、欸，有哪一个地方很适合它？是，对，那时候我就找到了那个审计新村，来到我们的审计新村。那个时候这里就开始有非常多的事情。那个时候是2018年吗？2018年底买这台车，在2019的一月份，我大概就去年嘛，大概一年前的一年前、欸，这里不错，嗯，那我就来到这边，那有了餐车了，有了地点了，地点有了，餐车有了，这是产品哦，产品，对，我想到那卖什么会赚钱呢？是，对，那我本身其实很爱吃蛋挞，你是爱吃蛋挞，我很爱吃蛋挞、哦，我如果去肯德基，我一定买一盒。哇，买一盒啊！你是爱吃蛋挞的、啊。对，那一盒六颗嘛，它、哦、通常就找不到人。肯德基的蛋挞大概多少钱？一颗大概多少？一颗大概落在38，印象中应该是38。大概38左右，38-40。对哦，你爱吃蛋挞。对，那、嗯、可是你不可能一盒一下就当下就全部吃完。是。所以我可能吃了一两颗，觉得哦很好吃，然后剩下放着啊，放了2-3个小时之后，等了以后再吃。等了之后好像真没有那个热的时候这么好吃。哦，以前哦。传统的人家都说吃蛋挞要热的吃，趁热吃，最好是马上烤出来的时候赶快吃，对不对？对。哦。所以我在想，那如何可以让蛋挞的美味再延迟一点？哇，你就开始去想哦，如何 how to do？ 对，那刚好我有个朋友，他其实很爱做甜点。哦。我跟他讨论过这件事情。嗯。他一开始跟我说不可能，蛋挞一定要吃热才好吃。一定要吃热。我说没有不可能，我们来想看看。想一想。对。哦。我们就开始做研发喽。那研发就是要说，哎、欸，真的可以把蛋挞做到冷的时候比热的时候还好吃。冷的时候更好吃，所以各位你们知道吗？我们淡定哥啊、哦，今天能拿到好礼的朋友啊、哦，老师告诉你，回去你就试试看，真的保证呢不虚假。我们淡定哥的淡定蛋挞。冷冻冰起来更好吃哇！哎、欸，这你怎么做到的？
这当中就有学问了，商业机密了，商业机密。对，我们也是不断的失败，然后终于找到，哎，如何使用哪样的素材，可以让它冷的时候更好。所以我有一样我知道，你刚才不小心透露给我了。是是是。啊、哦，酥油啊，很关键。要高级的。对。High class。台湾买不到的。啊，台湾买不到啊。那你酥油是从哪个地方买来的？台湾买不到，你酥油从哪边买？台湾就是真的是进口的。那进口的啦。对。哦，因为台湾没有那个东西。对，因为台湾的油你也知道嘛，有时候哎蛮危险的，要好好挑选这样子。是是哦。对，然后我们想说，那既然蛋挞可以做冷，那是不是在我们再新增一些口味？然后看它颜色比较亮丽一点，对，那我们就把市面上大家就比较能够接受的、啊、巧克力啊，巧克力、巧克力、抹茶，对，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最特别就是竹炭芋头。竹炭芋头，我刚才吃过了，潘向老师做见证，真的第一次吃到的竹炭芋头。对啊，我们用竹炭让它外表看起来黑黑灰灰，人家就这到底是什么？然后里面包的就是大甲芋泥。嗯，那其实台湾最有名的芋头就生产在台中的大甲。大甲哈、哦，对，那大甲啦，大甲哦哇，这贼了哦，大甲芋头也是有名的贵啦。嗯，有名的贵，因为哪一有名啦，有口碑了啦，哦所以真的是这样就诞生出了这六个口感，都不太一样的蛋挞。我能不能问一下？因为我知道我们现在有六种口味，是，然后他们有哥哥弟弟嘛，哦，先后应该有顺序吧？当然，原味一定是第一个出来的嘛。好，再用原味的内馅再去做衍生。哦，原味的是第一个。对，那再来是抹茶，因为抹茶其实它是最容易取得的食材。好，我写一下哈、哦，你第一个是原味，原味是哪一个是原味？这个，就是我们的原味焦糖。哦，这个是原味焦糖。哦，这个就是原味。给观众看一下。哦，给观众看一下。哎呦，哇！哟，这是原味的。对，我问你，那个蛋挞是不是每一个都要有蛋啊？是不是啊？是是，都一定有蛋嘛？一定有蛋的元素，一定要有蛋的元素，有 egg。吃素的话，蛋奶素它也是可以吃的。哦哦啊，这个是原味啊，这个是大哥，他们六个是有排队的，这个是大哥哈、哦，来，我要放在这边，这是大哥原味。再就是这个喽。第二呢？这是抹茶。二哥，这个是抹茶，抹茶面包是红豆粒哦。抹茶，二哥是抹茶。对，那再来就是巧克力哦。三哥，巧克力 ，chocolate， 巧克力啊、哦。对，巧克力。好，那再来就是这个黑糖，黑糖也是我们在台湾很常见。有没有女生每个月如果那里不舒服有没有？通常就是红糖、黑糖，人家说黑糖比一般的精致糖还健康一点。黑糖是属于健康的糖，所以我们用黑糖。哦，欧腾。对，那再来就是我们的竹炭芋头。哦哦，那个是五个，我刚才吃了，把你吃掉了。竹炭芋头。对，那我们想说要想讲，哎、哦，有些特别的口味，对，外面市面上比较少看到。对对，那就是我们想说，哎，一般人还是会想要很怀念像这种传统的是吧？传统，那你说它传统，其实它的它有什么不一样？它制作其实也没这么简单哦，真的、啊。它外面是饼干皮，你也可以试试看看。我要试试，为什么要？因为同样60块，它怎么特别小？哦，对，他说，哎、欸，这个、啊、这么小要60，我就觉得这个要那么小要60，这个是我同样的，我同样的问题。对，你看一下那两个比，哎，因为这个是弟弟，你看哥哥跟弟弟差那么多。是是是。对啊，这一点你看一下，你们看，我把它放平行给你们看。哦，所以我想很多观众朋友对不对，跟潘轩老师一样。哦，让我们的淡定哥来帮我们解释，这是哥哥，这是弟弟，为什么价格是一样的？好，为什么？对，那其实，在成本上面呢、他们没有差太多。哦，真的？真的。哦，对，你看，它虽然看起来比较小，但实际上它的内馅的用量呢，其实也不输他们。嗯，它只是因为他们会膨胀，酥皮会膨胀。嗯，那它不会膨，它是饼干皮。嗯，对，那就是日式饼干，然后加上有牛奶的香味在里面。很浓嘞、欸，很浓的香味，牛奶很浓，是，对。那这也是唯一就是我们建议做冷冻的、我们会建议你就直接在冷藏或新鲜的时候把它吃掉，所以建议这个是。这个先吃，这个先吃。好，这叫什么名字？这一个？这个是我们的日式牛奶。啊、日式牛奶。是。哦。这日式牛奶。哦，这个是这个是。小弟的最小的是这个，你们想过，一个蛋挞大概几个蛋呢、几个蛋黄，这很难计算得出来，很难算。对，但因为我们不用蛋白，我们只用蛋黄。嗯，
蛋白不用，蛋白不用，只有蛋黄。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就是在甜点里面其实有很多像蛋白。它比较会用在一些比较的西点，那只要是塔类的，通常都只用蛋黄，不用蛋白。嗯，对。难怪那么浓，是，但是香味好浓郁啊。对，我们的蛋香非常的香哦。嗯。那我们鸡蛋也都是要挑过，不是随便的鸡蛋。鸡蛋也要挑。是。鸡蛋怎么挑？鸡蛋呢，因为很多的妈妈都懂，就是鸡蛋打开之后，那个蛋黄的。就是立体程度，有些蛋黄打开就真的是平面了。是，对，那个蛋黄真的要立体程度。当然，如果能够用土鸡蛋会更香。嗯，当然成本又更高了，一颗蛋挞要卖到80块。嗯。所以，我们各位好朋友，我们淡定哥的淡定呢，蛋挞一颗都是60块。哦，他也讲过了，他说啊，他以前在那个肯德基。对，买他的蛋挞大概38块，对吗？是，所以我们也承认，我们淡定哥的蛋挞比肯德基的蛋挞价格高，对不对？但是人家还是要买，还是值得。为什么？为什么吗？嗯，当然我们看起来比较大颗吧。嗯，对，比较大颗。对，然后我们层次比较多，我们用料比较实在。那我们吃冷不吃热，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特色。对，吃冷蛋挞其实在外面很少见。对，所以买回去冷藏又可以放到5天，然后又可以自己吃或拿去送礼，其实都蛮方便的。放冷冻可以放1个月。对，啊，嗯。好，我们现在直播人数越来越多了。对啊。谢谢。嗯。你们东西啊，只要一吃啊，就有点想把它吃完。很顺口嘞，真的。好吃哈，我跟你讲。要泡妞哦，买这个给女孩子吃，她马上，马上跟着你。对甜点真是无法抗拒的，真的。反正你真的不会太甜，没有控制哈。对。很多客人都很可爱，他说：“哎，你们家蛋挞会不会太甜？”那我就不会太甜。我想，来买甜食，来买甜点，不就是要甜吗？但是真的，我就是为了现在人着想，所以现在健康也蛮重要的，所以我们要采那种低钠低糖，但是重点是又要有好吃幸福感，要有幸福的感觉。要吃甜点就是要吃幸福感，真的都顾虑到了。嗯，谢谢，哇。好幸福的感觉哦！我们知道呢，淡定哥呢，淡定蛋挞呢，他也要开放呢，我们呢全省可以加盟，对不对？是，可以。哇，哎，如果要加盟的话，你要怎么选加盟商？要选这种对加盟商。对啊。当然了，我们就是出来赚钱嘛。嗯。对，那就是欢迎一些就是想要来拼一下的年轻人啊，不管你什么年纪啦，就是你觉得是时候出来创业了，嗯，所以我们来挑战一下这个市场。那我欢迎大家都可以来讨论一下。那至于加盟呢，我会想说是来完成梦想的，觉得很棒。就他的梦想不一定是卖蛋挞，他梦想是我想要有以前能够完成的梦想。那我会欢迎你一起来合作，我们来创业来赚钱，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来完成梦想。哇，一起来完成梦想，大家有没有听到？哇！所以你们今天看我们好看爬爬的照，汤轩老师热情的推荐呢，在我们台中审计新村，我们的淡定哥，他可以帮你达成梦想，完成梦想，这个很棒哦。而且我要偷偷的把淡定哥的手机公开，我要给他公开。我请问你可以吗？可以，没问题。可以哦，你不会有。这个旧情人跑过来，我怕人家跟我讨债的。我是说有没有那个女人在抱着小孩子要来跟你要牛奶钱的？这应该不会啦，应该。应该不会啊、哦，你结婚了吗？有结婚了、好棒哦！结婚几年了？哇，4年。所以你结婚4年了，那你20几岁就结婚了？29，大概29。对。小孩子几个人？一
一个几岁了？三岁多。三岁多。对。所以你没有先上车后补票？我有上车，我有记得补票。哦，有上车，有记得补票。好，不错不错啊，真的很诚实哈、哦，可以啦。但丁哥说没问题，他的手机0963-215-945，对吧？这个号码。0963-215-945，我们各位 UP 直播好康啪啪照的观众朋友，这个电话你可以记一下啊、哦，你可以记一下。然后的话，如果呢，您对呢这个蛋挞蛋定，它这个蛋定是蛋挞的升级了哦。哎，我问你哈、哦，如果没有给他讲说是蛋挞的升级，一般讲蛋定，人家懂吗？是大部分的消费者都蛮好奇的。哎，说这是什么的？如果说我们今天他们经过的时候，他们只能看到，哎，看上面写的淡定，对啊，蛋挞字样哦。如果对啊，这特别，我那时候也觉得这是什么店家？你看，他们这个是这样子。如果你送礼，哎，哦，因为你刚才把它粘起来了，我把它粘在里面。好，那没关系，弄起来其实也蛮漂亮的哈。嗯，来，哇，好。你帮我折个给大家看，然后呢，他们收到的时候，对不对？就是我们折的这个样子。这还蛮有创意的。嗯，这是一个礼盒。来。哦，礼盒，啊，如果拿下怎么拿？是这样子的。哦，是这样子的。安尼提啦，哇，红酒杯，你拄啊提两分，就是安尼四周啦。四组啦哈，哇，然后它真的很有特色呢，拍个照耶、来我把它放着，看那边哈哟，是，来你看哦，就是人家就会很特别，就哎这是什么？而且你看啊，你还是弄得蛮浪漫的哈、哦，这个设计还是红色。跟黑色这种感觉有没有？送礼就是这样子拿给人家嘛，对不对？您好，新年好，阿公阿嬷新年好，长辈新年好，玛丽新年好，吴宗宪新年好哦。这个哦，我过年要准备好多礼物哦，那些选宪哥来赏你，阿哥那露露啦，露露啊，露露无赏没赢嘞呐，啊露露赏啊嘿哦，陈汉典无赏也干嘛？我讲了赏嘿哦。中医大热门啊，对不对？哦，我说爱听来听。哎，你好，新年好。哎，人家送到这种礼物会很特别哦。那什么名片啊？对啊。对不对？对。有没有人会问你这样子？就是他们走过的时候只会看到淡定。看到淡定，对。对，然后呢，就会来看一下，说哦，是蛋挞。哦。我们就说对，是淡定。是淡定，我们就是要淡定。是淡定。因为我们的蛋挞升级的还是不一样的。哦，这个真的是。市场的一个区隔嘛，哈，所以我们就叫淡定，这样了解吗？而且我觉得哈，这个我第一次啊知道要采访你，我说那是什么店家，你要跟我讲淡定，我觉得好特别哦，还有哲学的感觉，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做人就叫淡定，对，啊，因为感觉上临危不乱嘛，对不对？处变不惊嘛，就叫淡定啊，是吗？我们家员工也很淡定，所以这个名字取得很好。而且我觉得哈，你们家都不必招呼客人呢。你是跟他讲，他们员工还挺舒服的。对对对。啊，没酒啦，哎呦来啦，来讲了没啊？你来进来啦，快点来哦，好吃的都不必招呼。是，他们就很淡定。真的。对，他们传承了淡定。哦，你就跟他讲就没关系，我们自然他们会来，不必特别找，不必揪，真的是这样子。吃过了还会再回来的。还会再来啦，哈、哦、哇。这个也让我们非常的感动，非常有特色啊、哦！所以红酒杯，你收到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啊、哦！所以我觉得拿到这个礼物的人一定会很惊奇，这是什么？哦，帕奇利斯，那提袋是这样子吗？就是这样子，对吧？哦，清楚，好棒！哎，你这个还有弄洞哦，就故意的哦。对，因为它越通风，它会越酥越好吃。哦，这个还蛮特别的。所以我要给它透气。哦，这是给它透气啊，所以这个是这样子啊、哦。对。哦，我刚才以为说这个怎么破掉了？不是哎，不是破掉了，它让我们的蛋液能够透风啊。在你们看到？哦，哎呦，吃了会饱哎，其实真的是吃了会饱哎。我吃两个已经饱了。
这样子不能再吃。排食料啊。哎、欸，你看我刚才一直在打嗝了，你知道吗？哎、欸，真的会饱哎、欸，两个就已经很够了，一半呢。我是讲，对啊，我是讲哦，这一个六十块，哦，啊，吃一半呢，我吃两个就一百啊呢，哦。主要是你们的原料很真材实料就对了，是啊是啊，很真材实料啦哦，有那我知道，各位好朋友，泰炫老师热情推荐我们侯翔渊啊，也是我们的淡定哥给大家。那如果呢你刚好要创业的话，哎，如果要加盟创业，你来辅导他，那我可以开业，大概准备多少资本？其实20万就可以搞定了。你看一下，20万就可以搞定了。你买是佛心来的，对啊，我觉得你真的是要帮助人家，真的。我跟你讲哦，我要跟你们报告一下，因为我当记者哦，泰炫老师到处在采访。现在外面有一种加盟商哦，我可以告诉你，他不是要帮人家创业，他就是赚人家的加盟金而已。对，哎呦，我跟你讲，而且呀、啊，那种加盟商哦，还非常非常的恶质，怎么恶质你知道吗？哦。因为我们都采访过他跟我讲的，他就是签约啊，有加盟的，然后呢他合约里面写啊，就是说上游给他什么东西他不能拒绝，你了解我意思吗？譬如说哈，举个例子啦，譬如说他们很多产品，对不对？然后那个产品呢都是上游决定给下游的，那有些地方有些区域某种产品他真的不会卖，可是的话他们合约里面是不行，你不会卖是你的事，你就像帮我拿，又在合约里面哦。我可以告诉各位哦，遇到呢像我们淡定哥这样有佛心来的，跟你说20万，跟你说20万就够了，他真的是佛心来的。而且我刚才偷偷问他，这不能公开，我说啊，这个有没有比上班好？好、哦，来加盟有没有比上班好？他跟我讲那个数目，我可以告诉你，绝对比你上班好哦。所以呢，如果我们这边有想要创业的朋友，真的创业加盟，加盟主产品很重视，很重要。对。哦，泰炫老师在这边也热情的推荐我们淡定哥，哇，来。你们呢？平时来我们的神地新村，应该也不是每次都可以看到淡定哥，对不对？对，我可能会比较少出现，对不对？比较少出现哦。哎，那你平时都一个人吗？假日一个人也够吗？对，假日也是一个人。哦，其实真的一个人就够了，就对了。对对对。对呀、啊，其实你的这个画面就让我们感动，来给大家看看。你看，你的摊位哦，一直都是叫，这叫川流不息啊。来，各位，看一下老师哦，不夸张。这不夸张、哦、我都还没到你的摊位去站呢，我现在都去站了，待会帮我站一下、哦、我这个到底戏票机在那边就戏票，你知道吗？你生意已经那么好了，你知道我怕你今天又卖不够、欸、你今天怕又卖不够了、欸、我跟你讲那个、欸、我跟你讲台北的那个我先买过吗？那个因为你赞助我10盒嘛，你会有10盒吗？你今天会有吗？今天可能有些口味会不够。哎、欸，那你这样好不好？我跟你讲，台中的还没关系。台中可以来吗？台中我们，你这样子哈、哦，你呢？因为我们有答应人家的哈、哦，那你能不能就是帮我先拿6盒起来？可以。好不好？啊不，你真的要卖完了，我这样我没有，我没有注意看真的，但是因为我要答应要寄给人家，我怕没寄真的会被打屁股。好，你再帮我一下。哎、欸，来，我们来看看现场哦，各位来看看现场。来，我来拍现场的景。哎、欸，老师告诉各位嘞，这个我们真的是不夸张嘞。哎呦，因为他这样子在卖，快卖光了，快没了。我今嘞，我。我拜托淡定哥哈、哦，先帮老师拿起来，阿伯才是狗啊，没料啊，卖完了就没了。还有，谢谢，哇，各位你们好，汤立宪老师欢迎，好欢迎，哟，好，哇，感谢，哇。假期嘞，没有就没有了啦，真的。
没料的宝啊。哇，来这边都可以使用，是不是？淡定哥帮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哦，这个叫什么？可以用。就我们看这里，好，从这边我们有 Line Pay、Apple Pay、Google Pay、Line Pay、Apple Pay、Google Pay、Easy Pay、橘子支付、橘子支付、一卡通、一卡通、支付宝、支付宝、微信、微信、线上刷卡、线上刷卡，还有悠游卡、悠游卡，然后可以不分达哦哦，哎，微信，微信是内地的微信哎，对，我们这边也可以哦，可以。哎呦，怎么那么进步？你好，大姐好，我汤丽倩老师，你好，你住哪里呢？桃园啊，他地址是来我们这里，是的，真的吼、哦，你好，有没有吃过我们的蛋饼？已经吃过吗？第一次要吃是不是？很好吃，真的，谢谢你来。阿、啊、你有认出来我吗？佟丽倩，好、哦、看我的名字，我是电影明星，佟丽倩也是英文老师，谢谢你，好、哦、来帮我们捧场哦，这里真的很棒啊，它很真材实料。你也许试试看，下次你一定会再来。好，哦，哇，啊，今天怎么到了台中来呢？来玩。外国孩子。哦，好啊，好啊，欢迎，好、哦，来到我们台中走一走。是啊。谢谢你，谢谢。好、哦。今天带他们来逛逛。带逛逛，好、哦，它是很有特色的。它这一摊呢，在我们神地新村真的是红牌。我还找到了队伍，谢谢你找对了啦，哦，谢谢你咯，好，有愉快咯，好，谢谢你，拜拜，哟，谢谢，我待会要利用运动，好，你能不能帮我哈？对，先把它这个拿起来，不被狗狗你摘过，不会呢，哎，这里没有就是没有了，对，这里没有就没有。那你今天是准备多少个？你今天准备多少个？今天是落在250。今天大概250哦。哇，那你明天要准备多少？明天礼拜六。明天礼拜六大概是800或900-1000吧，差不多。800或900-1000，那礼拜天呢？礼拜天会再比他好一点点。哎呦呀，礼拜天要比他好一点哇。你看一下，你这老喂，你想要不？那你在醒工？哎，你没有负担。Foodpanda 外送哦，对，所以在 Foodpanda 上面也可以找到我们，但是在台中啦。对啊，对啊 ，Foodpanda 一定要在台中，一定要在台中。哎，我对这个 Foodpanda 我不大了解哈、哦，它这个啊、如果说客人在台中订，对不对？对。运费是客人出的，对不对？对。哦，那它运费大概多少？您知道吗？大概30块左右。那也不贵呢。对。才30块而已，不贵呢。哦，所以人家他们那些也很辛苦。那30块运费是给 Foodpanda， 对，给 Foodpanda， 啊 ，Foodpanda 给送货的这些同仁，一趟是70块，哦，啊，另外40就是，另外40就是从店家这里收，哦，你这边也是，哦哦，抽成呐、啊，哦哦哦，所以的话，我知道客人只有付30，另外40就是店家这边抽成付的。哦，我想说，那送一次这样子30怎么够？所以是有70就对了。哦，哎、欸，那这种 Foodpanda 再送最少买几颗？一颗也可以，一颗也可以啊。一颗也太送。哎呦，一颗也。啊、哦。哎呦，老师跟你讲啦，哎 ，Foodpanda 你不要敢买一颗，你会后悔啦。你怎么买买姐姐啊？因为他东西真的好吃哦。谢谢哇，你们的服务人员，你怎么找到他？好好美哦，美对不对、哦、好像明星哦。好，我可以跟他讲讲话吗？你看一下，您好，您贵姓？我姓王。好，王姑娘哦，你好，你在我们淡定这边做多久了？大概半年左右。有半年左右啊，那你上班时间是什么时候？大概11点到6点。哦，大概11点到6点就对了哈。好啊，哇，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哪几种口味卖得特别好？焦糖。焦糖卖得特别好。哦哦，为什么你知道吗？为什么焦糖会卖得特别好？因为原味的。哦，原味的就对了。比较多人可以接受。哦哦，了解。那你自己最喜欢吃什么口味呢？我比较喜欢吃焦糖，而且芋头的，芋头比较特别，没有芋泥。哦，吃焦糖或者是芋头就对了，是不是？哇，了解哦。因为它比较特别哇，哎，那你最快大概几点就卖光了，就没了？最快是好像
你曾经有的经验几点就卖光了？好像是5点吧。5点就卖光了，他卖光了，你就可以提早下班吗？卖光就是先提早收。哦，提早收可以就可以下班了。哇，好棒哦！啊，要不要跟老板报告？老板，我卖光光的，我要离开了。没有，卖完就可以走。给自己就对了哈。啊，你一个月休几天？一个月休一个礼拜一天。哦，啊，有没有假日不要排？六日不要排。假日对，假日的话一个人要。对，哇，所以我完全是餐饮业的特性嘛，对不对？哦，假日尽量不要排。啊，这样会不会耽误到你恋爱啊，或者是约会啊？还好，还好。你有另外一半了吗？没有。真的好美哦，你真的，他真的单身哦。可以征婚启事。有啊，真的。哎，我跟你讲，我们现场我们张经理也是单身呐、啊，还有那两个最值的啦，赶上这堆啦。张经理是他同学，我们张经理也是单身啊。这位张经理，啊。他是比较木讷，比较恭维了，一定要改了，尤其爱在心里口难开那一种的啊。潘建老师推荐，但是我们张经理人很好，因为他们是同学都知道。其实你啊，你在选男生另外一半，你会考量什么？啊，考量的热心。个性你喜欢什么样个性的？个性好哦。脾气好嘛，对不对？不要家暴，家暴男生好恐怖哦，对不对？我们张经理，哎，张经理，你觉得他个性好不好？很好啊。丹宁哥，你们是同学嘛，对不对？你凭良心讲，因为我跟他只认识3年呐、啊，因为我们是因为这个节目，大概也认识3年了。啊，可是你不是高中同学，高中哦，你是高中3年。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就比较少联系了。哦，你是高中3年，对不对？那我跟他是3年，就是因为这个节目的关系。那我们就搭配一组这样子，哦，我没有看过他生气过了，哎，我也没看过。对的，因为他的个性真的好哦，他非常孝顺，而且是孝顺，而且他又有钱。有。我跟你讲，他只是没有让人家知道，他很会存钱。我跟你讲，他已经存了七位数字了，我要帮他算一算，他很会存呢，你知道吗？哎，这3年来存七位数，哎。很厉害耶，对不对？对呀、啊，他是很棒。家产多。有他们家在东势。哎呦，我改个够落去啊。一整座那种种百合花都很漂亮。他们家是有田地啊，等于注意啦啊、哦。如果不错的话，汤先老师为你搭起友谊的桥梁哈。谢谢王小姐，王小姐你本身住哪里？住沙路，住沙路的，那你都怎么来我们的审计新村呢？怎么过来？骑摩托。他骑摩托这样要骑多久？大概半小时，40分钟。大概骑40分钟，也蛮远的啦，说真有点远哦。啊，你骑车要注意安全。好。但那个有没有提醒你不要赶？有。要离开那个什么大卡车啦、公车远一点。有。哦，有跟你讲，慢慢来，不急。哦，好棒哦，哇。你看，你今天生意觉得怎么样？今天的生意你觉得？生意真的还算蛮多的哦。我刚才坐在旁边，啊，礼拜五会比较多哈。啊，明天不会更多，礼拜六、礼拜天就再更多，一直 up up up， 哇，很好很好，一直在 up 哈。好，谢谢王小姐，谢谢你哦，谢谢你，哇，来。邓哥，能不能跟我们观众朋友谈一下哈？哇，如果呢，大家来到审计新村，怎么样能够找到您这个摊位呢？这个附近有些什么？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怎么找到你的摊位？对，来审计新村，一开始大部分人可能会从中心街进来。啊，中心街就是前面，我们现在就是从中心街过来的，对。中心街要找到淡定的，基本上你们可以先找到一个地方叫做审计长宿舍，就在这边。好，审计长宿舍来看一下。哦哟，这是审计长的宿舍呢。以前370项，以前审计长他们是很大的官呢，很大的官哦。哎呦，审计长官舍，民生路370号。哇，斜对面就会看到我们的淡定哦。哇哇，大家有没有看到找这个宿舍？哇，哎。其实能够住这种房子哦，现在想起来是真的
很幸福呢。你看家里还有一棵大树，对不 对？那现在这边呢，这一间就是陈真咖啡。哦哦，对，也是很有名哈、哦。也是很有名，哇，特色咖啡。叫特色咖啡。咖啡都很特别。是，然后陈真咖啡就是个审计长官舍，这里也应该很适合打卡拍照，对不对？哦，是。来，我们两个拍张。啊，愿下辈子我们是做大官。真的。好，审计长官舍。耶、yeah, ，谢谢。那从审计长官舍的斜对面，啊，我们就看到了。哎、欸，你那个雨伞也是很特别的造型，那是雨伞吗？是雨伞。那其实因为这里太阳下午都从这里晒过来。哦，真的是太阳。对。哦哦，太阳。那我为了保护蛋卡，所以就弄一支伞这样。哎、欸，你那个伞是自哪边定做还是买的？上网买到的。哦，上网买到。折一个角度。哦，它是可以折的。对。哦，好有创意的伞哦。它颜色呢？它有很多颜色吗？红黑绿，红黑绿。那你是说选绿色的一带啊？我比较亮一点。哦，比较感觉亮啊，哦 ，shiny 的感觉。那我们买了这车也是用来餐车，这餐车是蛮酷的。我看它真的可以用骑的，在早期的时候。本来是脚踏车是吧？很像脚踏车。对，这没有脚踏车，所以我们早期都是用骑来的。哦，可以，真的是可以骑，它是本来是可以骑的。哦，那天骑过来，然后包胎的时候就骑回去这样。哇，好特别！所以呢，您呢是先买的这个餐车，而且这个是个复古餐车。这个餐车你是买多少？大概十多万。要十多万哦、喔！啊，车蛋呢？不要哦，无凶呢。对对。它贵在哪里呀、啊？它贵在第一个，它台湾买不到。哎呦，还台湾买不到？对，台湾。这是哪里来的餐车、啊？它是美国来的。America 的、啊。对。哇，它其实设计非常好，它那盖子打开里面可以放很多东西，然后它那个整个平衡都设计得很好，那个棚架都是非常有感觉，是非常复古的，很特别哦。哎、欸，那为什么呀、啊？这个餐车从美国哈、哦、来，他、啊、人家干嘛要卖你啊？那个人是你，打个派给呀，你要带来的。其实它就是一个专门做餐车的公司。是，哦，它专门做。它每一台车出来都有身份证的，都有编号的。哦，是这样子。对。所以你这台其实是新的，不是二手的。嗯、哦，对。对不对？算是新的。你也花了十多万给它买起来。对。那时候买起来还没有想到说要做我们蛋定蛋挞、哦，你有想到这个？就单纯想说。你就给它买起来了。哎、欸，你真的很帅气呢。你这种好像是小开的心情哎、欸，对，白手起家到自己。对，可是你很可爱的，你看一下。所以我们的好朋友，有时候我们真的买一个东西哦，真的买对的话，真的可以影响你一辈子啊，对不对啊、哦？你们大家好，我汤丽劝老师，欢迎来台中，谢谢你们，这一摊一定要去吃一下，我们好有名的，我们的蛋饼。哦，讲话没啊？哦，我跟你讲话没有，再后起来，看一下老师招待你们，你们吃吃看，别客气哦。哇，真的很特色。哦，原来是这样子，所以这台餐车也是福星嘛。哦，对啊，对不对？哇，它也是福星哈、哦。那我问你，那个王小姐，你怎么找到这么好的资格？啊、哦，你怎么找到？怎么样应征到的？就面试啊！啊，他怎么知道你在征才？就网络上征才嘛。哦，你网络上征才啊，他来面试。哦，那你当时会选上他、嗯，对不对？对。原因在哪里？你觉得你选上他的原因在哪里？原因哦，没有啊，我就是要找漂亮的姑娘啊。哦、你就很实在的，就是卖蛋挞就是要漂亮的。哦，没漂亮的、啊，哦，要有姿色就对了。对所以你。那你那时跟他讲，我选你，因为你漂亮，你不能再跟人家讲吧？那事实嘛，事实。事实啊，那个不，哎、欸，你好，可以啊，给他拍一张，跟我们丹丁哥耶、yeah ，谢谢你，谢谢，欢迎来哦。我们这个蛋定很值得大家试试哦，好吃哦，我们的蛋定蛋挞，哎、欸，好好玩哦。哎、欸，那时候来应征有多少位？多少位啊？其实我前前后后我应征要超过50位，超过50位，那、啊、选了总共选了多少位？我目前公司员工大概是8个。哦，所以50位里面选了8位是不是。但是这个是在同一个月份，就是就这段期间，像我很多地方，像我在12月啊，就有在中友百货是进柜，对，然后有在台中火车站。哦，这种就短期的啦哈。对，那大概都是为期在一个月。哦，一个月的展览。所以我也必须要有一些能力，就是一直做配合。
是。那这些人其实都长期配合。是。我每个月，像我在过年的时候呢，可能同事也会在三个地方都看得到我。哦，过年啊，今年农历年是不是？对啊，今年农历年。哇，帮我们预告一下，来，我们的耐心给我们预告一下。除了在审计之外呢，可能会有另外一个点是在台中的中科，就有一个西屯路有一个台中牛排馆。有西屯路有台中牛排馆。对。那边，然后另外一个点目前还没有确定啊，可能会是在台中的帝王糖厂。哦，帝王糖厂。对，帝王糖厂在火车站，台中火车站的附近。嗯，对，它也是一个很适合野餐的地方。是。对。哎，那你餐车有几台啊？目前有几台？我的餐车这个呢只有一台，那我有另外一种餐车，简单型的。也不简单，就是反正都做不同风格的餐车。哦。所以餐车都有了，对不对？还有一些是比较有风格的木架。哦，还有木架。对。哇。都走不同风格。走不同的风格，啊，卖的都是我们的，你看一下，淡定，你看。现在又有客人了。这个好像是什么？对啊，这个好像是妈妈跟儿子吧？嗯，感觉是。感觉是啊，到底是妈妈出现还是儿子出现？应该妈妈吧。我们来看一下是谁拿钱出来。哦。因为妈妈对孩子的爱是没话说的。我看看你们认为呢？我们观众朋友啊，我们现在观看人数很多呢，我们看1100位了呢，有没有看到？哇，有哎！1100位呢，哇，好棒哦，哇！你看一下，这个应该是妈妈跟儿子，我认为是妈妈拿钱。有妈妈掏钱哦。妈妈在掏钱的，有没有看？你看，我果然是未卜先知呀、啊！妈妈在掏钱的。你看，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只要男女朋友，就是男生拿钱。啊，特别是男女啊，妈妈是女的，儿子是男的啊。妈妈很爱孩子。妈妈有改变的，你看一下，对呀、啊，你看一下。哎呦，妈妈哈、哦，想儿子想吃哦，啊，妈妈说不要紧啦。哎呦，居然一颗60块，背落去啦，好食还重要，你看。对呀、啊、对呀、啊啊、真的好温馨哦。其实这种画面还是蛮感人的。你看又来了，他们两位又是什么关系？啊，真是夫妻是吧？你们哪人？那夫妻就不知道怎么选了。是应该是啊，那个是女生掏钱真的、啊、对，那个财家里的财务大臣通常都是女生啊，都是女生是不是啊、哦？所以呢，人家很多女生说哈，哎呦，先认识，能够卖点价就卖点价，哎、欸，这是有道理哎、欸。哎、欸，你跟你太太认识几年了、啊？然后就结婚？那我们超快的、欸。超快的哦，因为不能等的，我知道。啊，不能等，是超快的。多久就结婚？我们1月份认识，对，然后2月份在一起，3月份决定要结婚。好快、哦。5月份我们就登记了，8月份就宴客。好快哦，你都坐高铁啊，奶奶。隔年1月孩子就出生了。好快哦，你看一下，这也是成功的典范。大家告诉大家。下好离手，那速度要快。对啦，其实遇到对的人就真的赶快，是不是啊、哦？很棒，你看一下，哇，你看你的摊位真的是的，真的人好多。我这个哈、哦，就让我们所有 UP 直播好康爸爸照的观众朋友，你们看了、哦、啊、哦，我在这边哦，你知道吗？我还没有到他们摊位去吸引观众，我还不需要，你知道吗？哦，因为他们生意好到爆了，你知道吗？你看这观众一直来排队耶，还有在排队的。我曾经在假日都排过将近快2个小时才排到。哎呦，真的是啊、哦，我们的台中审计新村啊、哦。这个我们的名店，这个我们的蛋力，而且还有创意哦。你看，它的那个6种口味啊，它是用那个本席写的，对不对？对。啊，你说那个字有什么特色？那个是什么字？那个就是要翻成去用镭射雕刻。那叫镭射雕刻啊。对啊。哦哦，它不是写上去，它是用雕上去的。雕上去的。哦，就是用镭射雕刻。哎，你目前已经开发6种口味，这6种口味的蛋饼哈，总共你这样子是花多少时间开发出来的？其实蛮快的，就是我们每天都花很长时间，大概1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就把这6种口味定下来了。哦，1个多月就定下来的，算挺快的哈、哦，哇。
那你看哦，你还会再继续开发别种口味吗？有没有这种想法？对，持续要做开发，还是要再开发？对。可是你在开发的时候，那你那个盒子以后怎么办？因为你那个盒子能放六个。哦，对。会再设计大一点的盒子吗？可能不会。那我觉得买蛋挞以六个，我就算是刚刚好。哦，因为会吃会饱，我刚才吃两个就饱了。是。真的算是会吃会饱哦，所以六个其实就可以了。对。阿奇多一种口味让人家去选择，是不是这样子？哇，你看一下，哇，哇，大家都一盒一盒带，就一盒一盒带的啊，真的很好来的，你看一下，哇，你看一下，而且有幸福的感觉，我觉得只要买到的那种幸福感，就是觉得真的我一定要来品尝一次。看一下老师，勉励我们所有阿奇直播好方法宝宝的观众朋友，真的，你有看到吗？哦，现场这个画面真的是非常的逼真哦。这两位应该是很有关系，他们在讨论。哦，我们的口味要带两个，带什么？要带什么口味的？是不是？哇！我问你个问题，会不会遇到那种客人说：“哎呀，老板，那你一个60块，我买多一点，你打个折啦，或者是什么优惠啦？”有没有遇到这种客人？好像真的比较少。在这边不会是，因为这个地方是比较高档 high class， 尤其你们又在审计长，审计长生意最好的是厕所。哦，对了，这边生意最好的，可是你这个点也很好，因为人家一定要来。对，这边洗手间要不要付费？不用，是免费哦。对，这很难得呢。我们到海外哦，到国外去，洗手间通常都是要免费的。台湾这边比较少。对呀、啊、对呀、啊，就来我们。在台湾旅游状况真的很值得，你看一下哦。哇，而且你看，2020年的台湾灯会在我们的璀璨台中哦，现在也在宣传嘛哈、哦。哇，所以这一系列你看一下，接下来都是你们的重点啊。寒假要来了哦，然后要过年啊、哦，元宵节你看一下，哇，小丽摸鱼嘿，这摸鱼。那你自己的，你自己平时都什么时候放假？我们啊，其实没有，我没怎么在放假。你也没在放假，你自己也没在放假。就是会一直给自己找事情做。是。对。不断的拓展一下业务啊。因为你说20万就可以加盟我们淡定嘛，可以的。对，如果有不错的人呢，我会跟他介绍。对，因为我觉得你本身就是很可靠。不是，你真的是要帮助人家成功的，不是那种有的人根本就是他要赚人家加盟金的那种，好可怕哦！你们好，同学，欢迎来台中，我是谁？徐燕吗？托尼姐，欢迎哦，谢谢。其实当公众人物哦，就是这样子，人拢给你看嘞。你喜欢当公众人物吗？你喜欢被看吗？应该可以啊，你也可以。其实你有这个，你觉得有这个本钱呢、啊？对呀、啊，而且你的身材保持得很好，真的。因为我也有在健身，你刚刚跟我讲说健身，我也在健身，你知道吗？我最难的是，我一定，我现在体脂是18.5，你体脂多少？11。你告诉我哈，怎么样降体脂？怎么降体脂？你十一已经很漂亮，你这个人很漂亮，十一很漂亮。我就是，我这个是还不 OK， 我就是想要再降。饮食上面应该也蛮重要的啦。好，你告诉我要注意什么？就是尽可能淀粉类不要多吃。哦，真的淀粉哦，那我们要改变啦，淀粉面呐、尤其对精致面粉，真是不要多吃。哦，真的哦，哇，这一点就我们要改变一下。对，因为一般都夹着短袜。对，然后蛋白质摄取真的要够，要够蛋白质。蛋白质，对，然后当然就健身了，就是运动一样很重要啊。运动很重要，而且越有运动，其实精神会越好。越好。对，是我个人也是这样子。虽然很多人说潘向老师，你看不出来我18岁了，看不出来。小心点，因为我也是爱上运动的，我觉得。这个岁月催人老嘛，运动抗衰老、啊、真的。我们健身房就写这么一句啊。你都到哪些健身房？国巨。哦，你到那个比较高档。我都到比较低档一点的。哪里你知道吗？南屯运动中心。南屯运动中心在哪里啊？在那个南屯国小旁边。
那个万和宫旁边。万和宫我知道。那个公家的吧，公家的叫南藤运动中心。然后我刚好在那边有做，就是报那个拳击课程。哦，你刚好有 boxing class。对对对，在里面。对，因为一般如果说像比较那种连锁的那种，他们都是要报年费啦。对啊。那因为我们大概一年有半年不在台湾，是，所以就觉得那报年费就是太浪费了。是。啊，像那种哈、哦、南藤运动中心，我也蛮推他们的，因为他们就是啊、算次数，嗯，啊、以那个 gym 的话呢，啊、就是一个半哎哇，应该算70分钟，50块钱。啊，很划算，南藤居民还打折，还打9折，变45块钱。啊，游泳池，游泳池随便你要待多久，那个是90块钱，哦，随便你要待多久，随便你 ，up to you。南藤的居民还打9折，81块钱，九九八十一块钱，所以很划算，对不对？啊，所以我就是在南藤运动中心，也推荐给大家。哇，你看一下，真的真的哈，行李箱后，这个已经是一个40英雄店了哈。哎，你们呢？这个摊位后面这一栋是卖什么？是卖意式的一些纸草。好、哦，我带你去拜访一下经理，对不对？可以啊，可以啊，去看看经理。好啊，拜访一下经理，跟他认识一下。他们家产品展示吗？做好。真的啊，我看看牌照，可以啊。可以采访一下经理。可以呀、啊。谢谢。劳伦斯。哎，罗伦斯的经理你好，经理好，我是方立倩。好，你看我们也坐在你旁边哈。今天呢，我们节目来采访啦，采访我们淡定哥啊，我们的最好的邻居，最好的邻居哦。经理啊，他们生意好好哦，他跟我说都因为你们的关系。对，我们也靠他们也吃了不少了，大家彼此互相互彼此哈、哦、哇。那经理能不能告诉我们，罗伦斯你里面是卖什么东西啊？我们主要的话是以意大利面或是炖饭。哦，意大利面或炖饭。对，那我们的米的部分的话是用那种意大利进口米。对，跟一般的米不太一样，所以它吃起来的话会比较偏硬。对，那吃起来也是比较呈现于意大利原本的一个，就是一般意大利米的一个风味这样子。哦，还是蛮有特色的，比较特色的一个产品啊。那我们营业时间跟那个淡定哥他们也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他们的话会依照跟市集的时间差不多。是。那我们会稍微晚一点点，大概7点到8点之间。哦，可以做到7、8点，所以晚餐可以嘛？对不对？晚餐的话可以啊。晚餐的部分有事先定位的话，会建议比较事先定位，那我们会比较好安排这样子。哦，先事先定位。对啊。然后呢，中餐几点开始？中餐的话是从11点开始。哦，11点就可以来了。11点就可以开始。到晚上7、8点。对对对对对对。哦，了解。对，那中间的话是没有休息的，所以。哦，中间也没休息。中间没有休息。所以随时来都有热腾腾的食物可以吃。对。对，就是看你想要吃什么，然后我们可以帮你做推荐或搭配都可以。哇。啊、那您说呢？最好能够事先定位的话，我们定位专线是几号呢？04-2301-2826。04-2301-2826。2826，哇，找您就对了吗？还是不必要您啦、啊、好像这个柜台会服务嘛。对，我们的话会有专人会帮您做处理这样子。好，专人处理哈。对对 对, 對。好，谢谢你帮我们热情的推荐，谢谢，谢谢你。哇，好棒哦，会，我们希望有机会来采访你们。好，谢谢，谢谢，谢谢经理。哇，所以呢，你们真的是好邻居嘞。我觉得在这边做生意，大家就像一家人。是，哎、欸，这点让我很感动哎、欸，美工啊，你同行相契哎、欸，我觉得这是这年头单打独斗很难的、啊，是是，互相合作这样。对，因为像刚才啦，我从呢这一个前面进来啊，我也问说，哎呀，找你啊，找我们那个淡定哥啊，怎么找？人家那个凤梨哥也很热心这样，就跟我讲、啊、哦。然后他跟我讲说，这个叫木木市集，这是什么意思？木木市集。其实因为这里虽然叫粉丝集村，但是这个市集的主轴是叫木木市集。哦，木木市集。那像在之前呢，也有另外一个市集叫小花牛市集，会在这里做举办。哦，对，那它的时间就比较少。它木木市集每一天都有。对，那它平日的时间呢是下午1点半到6点半。哦，下午1点半到6点半。假日的话是早上10点半就开始，到晚上的7点半。哦。假日就6日就对了，对，哦，就木木市集。这样红字呢，就算假日了。哦，对，那像过年呢，就是比较特别的连假，来到这里会非常多的游客哦。对，那当然摊位很多，平日的话呢，大概落在30-40摊。
那假日可以多到120摊，可以到120摊。对，那在这里的东西呢，全部都是手做，就是它有特性，要原创哦，不是一般可以的，一定要有特色的。不会是批来的，对，哦，自己做出来的。真的吗？哎，我们来看看，他要自己做吗？来，我们来现场能够看一下。哟，你好，姑娘，你在忙吗？哎呦，真的手作哎，现场手作哦，这都是您车的，是不是？我是通讯老师，都您做的、啊。对啊，对啊。你好，你刚才有认出来我吗？没有。好，那你现在把它认出来。好，通灵圈，谢谢你。你在这边卖什么东西？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宠物的。哦，你是给宠物的。哦，这是给宠物的。也有人用的了。哦，人也可以带就对了。对对，哇。有宠物的，有人可以带的，啊，这些是饮料袋，这是饮料袋哦，这个是饮料袋啊，这个我就知道它是饮料袋，我、就可以提着哦。那这是什么？这放那个 AirPods 那个耳机的。哦，这耳机的啦、哦、，AirPods 哦。哇，这都是你家一针一针车的哦。哦，对。哇，你真的是超贤惠的呢。还好。真的没有，好感动哦。那。这个宠物就是要给宠物哦，你就做一个样本给我们看。哦哦哦，帮宠物带，还有照片，有哇，所以这都是种创意的东西，对不对？那你什么时候会来我们的这个木木市集呢？第一次来。哦，你今天是第一次来？对啊，对啊。哦，真的啊，你今天第一次来啊？对啊。哇，那你下次还会再来吗？还会。还会来哦，哇！算你算，那你要跟他请教一下，对不对？你知道他是谁吗？知道。哦，你看多有名啊！你看我们电视台都要来采访，你看淡定哥，你看东西快卖完了，哇！真的还好，我刚才先给他静下来，没有真的，待会我下节目就没了。哦，不错，他很好，大家互相帮忙。你自己有养宠物吗？有。啊，哪一只是你的宠物？这四个。啊，你养四只哦。分开了，分开了。超用心的。现在目前有几只？台中有两只猫，然后新竹的家有两只。哦，所以你是住新竹就对了。还是住台中？台中。哦，你住台中。哦，那你跟谁住呢？跟那个我老公。跟你老公，对，那你老公怎么没来帮忙呢？你是老公上班了，他上班。哦，老公上班，哦，也看不出来啦，你还那么年轻，对啊，怎么想不开那么早就嫁人呢、啊？我很年轻啊。可是你这样画面上，你好年轻哦。对啊，谢谢，很多人都这样说。对，大概24岁而已啦，我们三天都才刚24岁。真的。不错不错啦，很高兴认识您啦，哦，真的很不错。其实对你们这样子哈、哦，有这种手艺的人，我都汤尼小老师很佩服。老师只会 English 而已，我只会 English， 其他都不会。哦 ，I can speak English， 讲英文对我没问题的。我从年轻讲到现在，你们好，你们来自哪里？台北。台北哦，啊，来我们审计新村第几次来的？第二次吧，第二次有没有吃过对面的蛋定蛋挞？有没有吃过？没有。去吃吃看，去吃。好，等一下。真的，我请客，你去吃。没关系哦，等一下，很值得。等一下怕没有了，人家快卖完了，卖完就没有了。我们今天特别来采访哈，谢谢你们来，谢谢，玩得开心哦，谢谢，哇，真的好棒哦。汤小老师也祝福您，好不好？哎、欸，你这一摊叫什么名字？你有名字吗？有啊。叫什么？我叫艾拉，所以我品牌就是艾拉。好，艾拉，艾拉，哦哦。这里。这个叫艾拉，这 A I L A 艾拉哈。别烦了。哦。对，艾拉都这样叫。就叫艾拉啦，你叫艾拉哦。我叫艾拉。哦，艾拉啦，我叫艾拉。就很多家人、老人家他们都直接叫我，都有中文的，就直接把它翻中文。啊，中文怎么翻？就艾拉。艾拉，艾拉啊。对。觉得这特别的名字啊，哦，其实你很可爱，啊，也不简单，而且你也现场在做了哦。对。哦，不会。对。你怎么没有想到就带一只宠物来这边给大家看呢？不爱出门啊，猫咪不爱出门。哦，猫咪不爱出门。我是通灵圈老师，对，好看爸爸到节目啦。你们好，你们来自哪里？
我们来永和，哦，来自永和哈，哦，欢迎哦，欢迎。我们对面的淡定哈，哦，很棒哦，你们可以尝试看看哈，哦。对，是我今天特别来采访，对你去吃吃看。哦，他们的东西很特别，快没了，你看快卖完了，谢谢喽，谢谢。哇，老师也祝福你喽，好不好？啊，您贵姓？姓郑。好，哦，郑小姐了哈。哦，帮我跟你的老公 say 个 hello 一下，老公也赚钱，你也赚钱，对不对？哎，那明后天你老公会来吗？放假你老公来帮忙吗？哦，没有哎，他都不来。对啊。为什么？没关系，我一个人也可以。你一个人就可以了。我看你刚才在那边吃，你有看到吗？有看到观众吗？我说你在织毛衣，哦，对啊，观众你这样有办法一起服务。有啦，有有哦，好啊，哎，欸，这么多产品哈，哦，其实这个就是给宠物啦，对不对？哦，对呀，啊，对，对，因为我你没有跟我讲，我不想这是给宠物的，就觉得是买给宠物戴。好，因为有照片，应该没注意看，因为风太大。哦哟，难怪啦，我就是没注意看哦哦，家教就看得清楚了哦。哇，汤炫老师也热情的推荐哈，哦，我们艾拉哦，艾要找艾拉很简单，就是淡定啊，哦，淡定哥的斜对面，对不对？哦，欸，你这个他们这个会变动吗？有没有比较会变动吗？哦，不一定会变来变去了哈，哦，但是这个不变嘛，这个看这个板子不变哦，就是过年过节啦，帮你的宠物。做一点装扮装饰也蛮不错的啦哈，哦，谢谢你。艾拉有没有吃过淡定哥他们的淡定呢？有吃过，觉得怎么样？推不推荐？推荐。推荐，为什么呢？好吃啊。好吃哦，但是一颗60块，但是要吃的时候有没有心痛一下？我变胖了，变胖比较心痛。对啊，所以他比较痛啊。不要吃太多啦，像我刚才吃两颗就够了，两颗就可以了啊。谢谢你啦，谢谢艾拉哈，也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也祝福您哦，好不好？谢谢，哇，感谢哦。其实这边真的好多啦，你好，小弟弟，哇，我是汤丽倩老师，你们来自哪里？我们从伦敦来。哦，伦敦哦，from England，你好，啊，你是他的谁？是他的阿嬷，阿嬷啦，所以她是你女婿吗？是女儿。哦，不错不错，你们好 ，Welcome to Taiwan. I'm an English teacher. I'm also the movie star in Taiwan. I'm Tony Chen. How long are you going to stay in Taiwan? Yeah, another week, one more week. Oh, only one more week. Oh, we will miss you. Have you ever been here? Yeah, a few times. Did you like this place? Did you like this place?Yeah, it's nice. It's nice. Why did you like it here? Well, the people are friendly. Right. The weather, good weather, sunny day. Really good coffee. Yeah. Good coffee. And one thing I want to recommend, you know, look at there. Yes, 淡定. That's very special, you know. That's it's kind of the, how do you say it in English?It's like a nathan, no? Like a nathan. Oh, nathan 叫 nathan. Oh, nathan. Portuguese, flan cake. Yeah, flan cake. Oh, yeah, very special. Yes, very tasty. Yeah, looks good. Yeah, looks very good. Oh, really, what's that? You can teach us. What's that? You know what's that in English? This is 什么?So that he your son? Yeah. Oh, so can you speak English? Yeah, a little bit. Oh, how nice. Nice to see you. So cute. Welcome to Taiwan. I'm Tony Chen. I'm superstar. I'm movie star. Thank you. Yeah, so happy to meet you, family. And enjoy the trip. Okay.Bye bye, take care, bye bye. 谢谢，拜拜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哇，好棒哦，谢谢你，拜拜。哇，哎，真的好温馨哦。哇，我们2个小时的节目也很快接近尾声了。哇，我看看，哇，我们来到了1224，一二二四，哇，我来看一下，我的东西有帮我留起来吗？有哈，感谢你。哦，那我们坐下来做一个 ending。其实呢，他
过两小时的直播，对不对？让我们再次的感受到哈，潘小师觉得来到我们的台中审计新村，其实不只是这里呢，很多呢这个好吃的东西，值得大家呢回味的东西哦，打卡的地方，我觉得这里还有一个很棒的，这里的人都好好。是啊，众人哦，众人的和善友善哦，这个是钱买不到的，真的是钱买不到的。哦，你看，不管是中国人、外国人，不管是店家啦，不管是这个游客，都很棒啊、哦。所以潘翔老师要再度的热情推荐啊、哦。我们呢，在台中，它是在中兴街跟民生路的交叉口，审计新村啊、哦。然后呢，开放时间是什么时候？这里其实就没有所谓开放时间，它是一个公开的，它是公开 open 的 ，open 都可以来到这里，随时可以来。其实这里的店家呢，大部分可能就是落在下午的时段开门。好、哦，下午的时候开门。对。啊、哦，那当然，今天很高兴为你访问到我们的侯祥渊啊、哦，也是我们的淡定哥啊、哦。谢谢。淡定哥呢，他们呢很好找哦。哎，这边是只有一个洗手间吗？对，只有一个厕所。哦哦，那一定要这边来看呢。他厕所旁边就是我们审计长的官邸，对不对？对。审计长的官邸斜对面就看到了我们淡定哥的摊位，他卖的呢就是淡定蛋挞哦。然后再跟我们观众朋友谈一下，你们呢营业时间全年无休都是什么时候营业？我们每天的早上11:30到晚上的6:30。好，早上11:30到晚上6:30，卖完为止，卖完就没有了、哦、而且的话，是，而且只有在这个地方才买得到。是吃呢跟蛋挞不一样的，越冷藏越冷冻越好吃，越冷越好吃啊，越冷越好吃哈、哦。冷藏可以5天，冷冻1个月，哇，这个是真的很新的讯息了哈。哦透过呢我们 UP 直播，然后推荐给大家。我们 Dina 钱啊，欢迎 Dina 钱进来。那如果呢你本身也要想创业的话呢，啊，我们的淡定哥也会辅导你啊。当然呢，淡定哥的电话0963215945，0963215945。哎，现在这个时候过年过节嘛，嗯，是不是有人呢来买啊？然后过年过节送礼。是蛮多的哦，蛮多的哈、哦，因为它很有特色哈、哦，过年过节送礼最佳的选择哈、哦，哇，好棒哦！那节目呢啊，最后的话，我们淡定哥可以帮我们今天两个小时 UP 直播好看吧，八招节目做一个啊这个总结吗？那也要再次谢谢你，总共送我们10盒这么好棒的淡定，真的再次谢谢你啊。那你帮我们节目做个总结，总结什么、啊、总结做一个结尾啊，讲什么你还没有讲的想要讲的好都可以在这个时候说。好，在此还是欢迎各位现场的观众，然后你可以来到我们的审计新村，那审计新村有非常多好吃好玩，可以拍照，可以打卡，可以跟你们朋友好好炫耀一下台中非常漂亮的地方。那当然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最好吃的东西其实就是我们的淡定喽。好，那记得要来到淡定，然后有机会的话呢，可以来找我合照，耶耶！要请大家告诉大家，潘翔老师 UP 直播好康宝宝的节目，热情的推荐我们淡定哥，赞！谢谢喽，好看宝宝照，下次见了，拜拜，大家午安哦。记得明天呢，元月11号，2020年，要记得总统大选，记得去投票喽，好不好？要记得哦，再怎么忙都要投票，了解吗？谢谢，谢谢大家，拜拜。